这么想被抽鞭子吗？这不是你一贯的伎俩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何本王从未见过？你见过才怪了。你是说本王见识少，是土鳖了？那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可没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么难喝，也就你这样的怪女人才喝得下去。是你享受不了好东西，还是浩然好？浩然就很喜欢喝。不要在我面前提别的男人，否则你生不如死。浩然本来就好啊，还不让我说？